I am in. 5月8日，位于多伦多地区的 Silver City Richmond Hill Cinemas 举办了一场别具一格的电影首映式。之所以不同寻常，是因为播放的电影《Sight》是真正意义上好莱坞拍摄的首部讲述华人故事的影片。这部影片改编自著名华人眼科专家王明旭博士的自传《从黑暗到光明》，讲述了王医生在努力医治一位失明孤儿的坎坷道路上发生的点点滴滴感人故事，同时也展现了一个来自中国一代移民在成功道路上所经历的恐惧、贫穷、心酸以及偏见。该影片由 Open River Entertainment 和 Reserve Entertainment 制作， Angel Studios 发行， iTalkBB 担任官方宣传合作伙伴，及多伦多和洛杉矶两场首映式的公益承办者。电影 Sight 定档5月24日，将于 Memorial Day 小长假期间在北美各大影院上映，大家可千万不要错过哦。作为服务北美华人的领军企业， iTalkBB 不仅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宣传推广 Sight， 还通过其广泛的网络支持影片在北美的放映，极大地扩大了影片的观众范围。多伦多首映礼现场约300名社区组织者、媒体人、社交媒体博主和观众与主创团队同时观影，并参与影后的交流活动，共同见证这一盛况。的确，100分钟的观影时间，许多观众意犹未尽。有观众评价道 ：“Dr. Wang 是在为这个世界做一件伟大的事。”还有观众感慨 ：“This is our story， 这是我们的故事。”观众们向更多的人发问 ：“I am in, are you？” 说起 “I am in” 这句 slogan， 其背后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含义。这是由 Angel Studios 与 iTalkBB 携手在北美主流社媒推出的话题活动，旨在鼓励华人主动发声，塑造属于自己的叙事，让华人群体被北美主流社会所看见，展现华人的价值和魅力。从现在起，邀请朋友一起加入 I am in 的活动，扫描视频中的二维码进入官方购票平台，输入优惠码 I am in， 即可享受买一送一的5+优惠。支持赛不仅是观看一个电影，更是超越眼前所见，共同改变海外华人社群的现状与未来。